奶爸来帮小班长排便来了，两只小手抱着头，好像投降的姿势。刚出生的熊猫宝宝是不会自己排便的，所以熊猫妈妈会帮他舔来帮助排便。饲养员现在就是在模仿妈妈帮宝宝排便。要到四五个月大的时候，小宝宝才会自己排便。小班长乖乖地躺在奶爸怀里，这小卷舌也太可爱了。排便完成，把屁屁擦干净。然后继续睡吧。